哎，老妈，你怎么又把宝宝放在床上啊？你又不看他，你不怕他掉到床下？那怎么办啊？你把他抱过来吧。以后你不方便抱他的时候，可以把他放到这个围栏里面啊。这个围栏的空间大，而且它四周都是围起来的，可以放心给宝宝在里面玩耍。有宝宝的家长们选围栏一定要选这种轻便式的，你想挪哪里就挪哪里，这样就不占空间了。而且这款围栏使用的是环保材质，可以放心给宝宝使用。关键是它非常的稳固，它底下有八个大吸盘，牢牢的吸附在地面上，宝宝扶在上面啊，或者大人靠在上面都是没有关系的。而且它每一条钢管都是有这种海绵包边的，宝宝在上面玩不担心它会磕碰到。还配了一个学步拉环和一个篮球架给适龄的宝宝使用。它这边这里还设计了一个小网兜，这样宝宝的纸巾啊、尿不湿都可以放在这里，随取随拿，非常的方便。最最关键的是它的价格真的低到我都不敢说，就算宝宝以后长大了用不着了，扔了也不觉得可惜。如果你家宝宝学会爬了，一定要安排上围栏哦，趁现在还有活动赶紧去看看吧。